你好，我叫做陈彦祖，从即马开始，我就是恁人啊。虽然讲唔知敢唔当听候你讲话，啊，不过我相信你一定看会着我吼。我这个人袂贪心啦，只是希望讲你会当跟我斗三工，好有一个稳定的薪水，安尼我就满足啊。你放心啦，我会处理，我会把你保护好。等我一下。你清楚敢真正要交代给我袂？对啊，啊，不过我希望吼，较紧白白要出去上好啦。我应该甲你摊平这间厝的问题啊。无啦，阿姨，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来，你来，你来啦。我以前睏遮，啊枕头伫遮，啊你过来听看卖啊，你看有声无？有影呢，迄声音是细细碎碎的呢。嘿，暗时搁较大声，有时哦我拢袂振动呢，睏袂去，你知无？啊有时吼睏睏嘞，搁感觉讲我有啥物件甲我缀了，我拢袂振动的呢。后来啊，每工暗时拢安尼啦。好啦，阿姨啊，照你安尼讲哦，咱这间厝唔着有火。哎呦！哎！阿姨啊，啊恁有种厝，我无法度替你卖啦。我签合约已经签好啊，你的中介费哦，加予你一寡哦，嘛不要紧啦。啊，我有代志，我先来走吼。无啦，阿姨啊。啊，钥匙伫咧桌顶，一切拜托你哈，一切拜托你哈。啊，他迄间厝是要安怎卖啦？啊，不过迄个人讲吼，会当互我抽的可比上是足悬的呢。嗯，啊，你想，安奈伫我的房间啦？我是来甲你斗相共的，迄间厝的问题我来处理，你免烦恼。歹势，这位小姐，啊，我甲你敢有熟识？你为啥要甲我斗相共？因为你真有心意，我予你的好心感动着。感动，你就是我，我什么？